這個呢一再證明我講 Locus 是廢的， Locus 是完全沒得做的垃圾題目，數學也沒有 logic 的題目來的。他首先告訴你就有一個所謂的我們叫做什麼、一個 point 就叫 F， F 最特色是什麼 K0， 那就是個 line on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 X axis， 跟著有一個 Locus point XY， 那為什麼呢？你怎麼知道 Locus point 來的這個，因為它比 XY 來 P 來的。跟著然後就說、這個 point 會移動的，移動的情況就是什麼？這個距離同埋佢對 y-axis 距離係一樣嘅，所以你畫到呢一個相等於呢、這個。我特登唔畫，我畫歪佢嘅，畫成咁樣 ，OK？ 唔好畫條直線上高，畫成咁樣。跟住有一個 locus， 佢行出嚟嘅就會咁樣 ，y square 四 x 減四。咁我點識畫到呢個圖噶？呢、這個圖好緊要噶，你唔識畫呢個圖嘅話咧，你就會難做咗噶。你識畫呢個圖就易做好多啦。點解咧？咁因為佢 y square， 咁所以你 quadratic， 不過 quadratic 咧就變得咁樣。普通的 quadratic 是這樣的嘛，是不是 upside down 的嘛，這個勾地絲的，不過不要緊，大家知道是這樣的就 OK 的了。好了，跟著然後我怎麼做啊？因為我發現了它說一樣的嘛，那即如果在這個 special point 裡面，這個距離會等於這個距離，那這個 special point 特色是什麼？就是個 y 會等於0的，那 y 等於0是什麼情況啊？就 x 等於1，那所以我就 put 一個 point 下去1，然後找到 y 等於0，就找這個坐標，找這個坐標目的何在？這個距離是1，這個距離是1，因為 equal distance 對不對？咁即係換句話說 ，K 幾多啊 ？K 咪二咯，咁就做完噶啦。你做呢啲數咧，毫無邏輯可言噶，純粹就咩？邊個諗得快就邊個做到噶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你識畫呢個graph咧，就會快好多，容易諗好多。如果你唔識畫呢個graph咧，你做得慢好多嘅。